枪。好，你小鼓敲敲。棒。好，你敲小鼓。棒。没有，要练习小鼓。我要下课了。好，等等哦，来。那个大女生呢？你说上次跟你一起上课的女生吗？大女生。她怎么了呢？像下面的大女生那个。哦，啊，她怎么样？为什么没有来哦？因为他上礼拜二的课啊。你想要跟他一起上课吗？我知道了，因为昨天上那个小的课。哦，那你们喜欢跟那个姐姐一起上课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呢？他屁屁。你要敲这个吗？好，那这个给你敲。我要穿绿色的。好，请敲。你不行敲，你不行在我这里，你不行在我这里，你去别的地方。你去敲咖啡色。我打咖啡色的吗？好，那你要不要敲敲看呢？哦，啊，糟糕，掉了。我以前有打弹珠啊，现在呢？现在没有打弹珠。你在拍我们两个呢？你那么可爱啊！那你们两个很开心啊？刚才那
个下面的那个男生。对呀、啊，他上完课所以就下课啦、啊。哦，有没有很大？有，好大哦，好大，全部都是鼓哎、欸。全部都是鼓啊、哦。这个我要。这个新买的吗？哪里呢？这个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新买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而且我这个新买的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